那我来吧。今天你生日，哎，你要怎么拍？有什么 A 的那么中气十足？直播间好多刷礼物的。我累了，我拍不到，真的好累啊！我俩蹦的最那个。别别别，我好嗨，我看你把他抓住。别人的生日快乐的我。哎，我有三小只，我也很棒。再录一把。这算团圆，这是你做的吧？记得，一会儿再搬个凳子，你没有凳子。凳子吗？我搬。再搬两个。搬两个。人都还没到。你搬箱，搬陪，搬蛋糕牌吧。搬蛋糕，还有扇子，就是抱着蛋糕。抱了可能有点重。你觉得能抱吗？要不抱的话，我们就我觉得这个可以。抱不了这个，那你抱这个，这个放在旁边，这个当全景，这个当那你来拍是 OK。美颜呢？美颜吗？其实这个像原相机很好看，原相机先拍，然后 P 好吧。接受吗？接受吧。啊可以可以可以，接受，因为什么那个连线、啊、过了，谁挂了？边过了，怎么挂的？边、啊、边呢？怎么找他连线？1、2、3，啊我也不会啊，怎么连线的、啊哎、你？还有一个，谢谢你。怎么找他连线啊？怎么找他连线？啊，在这，是刷哎不是观众连线。吃饭啊！我们还要来啊！我也要来！
你不是给我说你回家吗？家楼下看你了。我帮你截图。哎，怎么截？蹭。来来，再来，三二一，截图，耶，截了。来来来，来再来一张，再来一张，再截一个。三二一，怎么暂时离开？什么鬼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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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远了。三二一 ，OK。OK， 哈哈哈哈哈！啊，生日快乐！睡觉吗？睡觉吗？那我们把他的新歌放。可以啊，把它放起来。有色彩了。我戴这个发色真的是震惊到了，我以为他戴的假发。他是面团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反正就是很。面团。我说这个，我说这个，这个。真的是很。面团翻炒了。不是乱糟吧？我家打车过去可能要一两百块钱，你想一下。广州很大的，他已经黑了。他突然，好可爱哦。很突然，很突然。不是，因为一开始的人说哈哈去的话，我就去。啊，好看好看！我刚刚放你新歌了，听到没？因为那个会换，要放冰箱。然后哈哈去的话不去，我去的话我就要一个人去。好了，点餐你们点菜。我把喝的钱给你了。你点。我汪在溜。点餐交给你。还有汪在溜达的吗？我要可乐，又有点想吃。可乐，可乐，谁要？可乐，可乐，可乐，谁？小 B 要一个可乐。我要可乐。你要听的是有卫衣吗？你好漂亮哦！你的新歌上，你的新歌上线了。对啊，刚刚是你在放吗？对，是我在放。爱不爱我？你也要拿一个啊，等我。兄弟，有人要吗？哦，谢谢谢谢，你们也在吃吧？你们也开吃。我们家楼下有一个海底捞，两个，所以其实对你来说还是很远。他还没回来吗？王居，我回来了，我刚没看到他们的声音，谢谢。在外面。应该不知道，好像又。你们要是截到丑的图，千万不要发。我不知道我刚刚的表情管理好不好。边妈也会唱这首歌。嗯，会唱，必须会唱。送小星星送我去吃海底捞。你们明天几点彩排啊？明天下午。下午还要化妆。主要是我过去了，我今天晚上回不来，我就必须得住他们那。对呀、啊，像丽丽已经住在我们房间，房间就剩下多一个人了。酒都可以，酒都可以，我跟你说我会唱，我已经提前了，想到，想到还有这一首吧，啊，我都听不见。去跟飞小刘待住，哎，不是。阿呆为什么染了个那个颜色的头发呀？过来过来，让他看看你的头发。Hey bro， 他今天喷黑了，还头发。你看蓝色，还挑了白。你是没染完，还是就是染了这个颜色？就是染的这个。我头顶喷黑了。因为今天表演，然后就喷黑了。表演吗？你也是染的。对，和我的衣服蛮像。啊？薄荷绿。哦，是我看到你的那个照片了，他们发的。看，为什么在这里感觉我头发颜色那么深啊？因为觉得。嗯，这里看着没有那么太浅了吧？这样子我用点光吧，再点点粉色，我们来一起点。你为什么不？广州买房。哇，你是打蛋糕。哇，谢谢。我是打蛋糕。
我的大蛋糕。小编，你给我发个定位，现在过来吗？Are you sure？ 你给我发一个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有多远。就是在我家呀，然后给你发。他不过来，哼。哼。我以为你要吃了。他说，我刚才看到信息。我们这里是，就在这个地方。楼上有一个。他们说你在广州买房了。好演。要是就是宿舍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他们搬出去了，然后都说的是家，就没有。对呀。以前在公司就说是基地嘛。但是现在在外面了，所以就说是。对，就说是家了。家。你们快点菜哟、哦！我忙活累的，招呼累的。我也好累啊！你累啊！多少公里啊？我这上面我没有看见的，算一公里是吗？现在甩开还要甩一遍，甩了不甩？你上次真的甩了？甩了，我没甩。我没看到。猫谢谢，快去听新歌，大家快听新歌。没有人是调料。过阵子给你们发一个合唱版本的新歌。写完了吗？写完就下呗，转一圈。什么意思？锅底已经下了是吗？你就点了这些？嗯，怎么看呢、啊？你看新下的。其实你们都点的差不多了，我感觉。25公里。我离他们25公里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爱了，爱了。50分钟，不是50分钟。对啊，很远呢、哦。25公里。你穿成这样出来，我不放心。那我肯定不穿这样啊。你穿成这样出来，我不放心。哎，老秦，你个秀啊，真是笑死我了。要是公司的话，早就去。哎，他们去哪了？哦，我说他们跑哪去了？都行，谢谢。25公里哪里近啊？25公里好远。嗯。你们再说，真的是，他们都让我去。主要是太远了，然后又没有人陪你回去。对呀、啊，主要是哈哈。对呀、啊，他生病了，然后他也来不了，可能掉了，没办法，所以我们只能这样隔空。我爱你。你说啥？哈哈，感冒了，他嗓子都哑了。喝了这个奶，忘了那个奶。你不睡，我要睡。别忘了。啥？对他喉咙。哎，怎么明天除了彩排还有啥事儿？彩排，然后我们还要聚就是聚餐。他们办公室的要。你们的菜都点上了，我们还没上菜。怎么可能不用半个小时啊？除非自己开特别快嘛。我晚上不开车。表白不是酷狗年会，是那个部门，就是办公室。为什么没得吃啊？是办公室啊。你在看。他们也在海底捞。谁呀、啊、就刚刚他们接机的那些，然后都去海底捞。都谁来了？你能想到谁都是谁。等下上菜我就要认真吃饭了。好，可以啊。我陪他们。
啊，再放一下你的歌。可能是刚掉下来的。干杯。干杯。干杯。最好是找干的。你干掉，你干掉。虽然接下来聊的还是你们。啊，原来如此。考虑一下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没有人看到你了。我也想说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不要了，谁的？你是吧？哦，挡你的。你吃完那碗汤菜。后面那个是你们自己布置的还是旁边有人本来就有的？你好，能换一个勺子，这勺子好脏。你好，能拿一桶子来吗？可以，到一下哈。对。好痛，好痛。来呀，来呀。你是魔鬼吧你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是奶茶吗？旺仔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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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个杯子。有吸管吗？好。拿一点冰沙进去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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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别骂你来不来，我来的话没有人陪我会来，没有人陪你会来，你就住在我们那儿。我住在你们那，你们明天要彩排。我们明天要彩排的话，你就一起来。我都为什么要一起来？什么？我为什么要一起来？我看你们现在在放那个出。那个初夏，是呀，都是呀，你游冰吗？我考虑一下，我犹豫一下，我来不来？你别犹豫了，好不容易年前，你几号回？我们都五号六号回。哦，那可能真的就是啊，记一下，记一下。是这个初夏的你呀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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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好，都辣的，辣的可以放过。哎呀呀呀！我去翻糖吗？我都行。可以看我倒的吧，你先倒，我们按照这来调位置。啊，你放我，放。我怎么感觉我的牛奶变少了？这么冰块，那我挂了。你来吗？我来吧，那我祝你们了。快来，快来！好，拜拜，拜拜。我给你猜猜，你知道咖啡店不是奶茶店怎么赚的吗？哇哦！我挂了哈，拜拜拜拜拜拜。番茄在那些对吧？快来，番茄锅在那个位置。猛女青草。就放在外面给我。干杯。让他上锅。干杯。干杯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小 V 去调料了，马上回来。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
这边是番茄锅，是菜锅汤的，然后这边呢是三鲜，然后这边是猪肚鸡锅，也是菜锅汤的啊。然后这边是我们的亲友。你吃辣吗？我都吃。他不吃。我吃，我怎么不吃啊？我这把番茄吐了。我要吃番茄。边边应该是真的来了吧？小 V， 小 V， 边妈说她要来，她现在来了。是不是又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？欢迎，哎，她跑了，她走了。来，啊，我发错人了，手机拿错了，对不起，我去你们楼上。怎么了？你们在干嘛？说啥？怎么了？玩什么姐姐，然后明天彩排的时候大家都、啊、然后豆豆、啊、豆豆就很生气。郭老师，你是什么锅的呀？我是老郭。老郭，我给你倒，我给你倒。郭老师，郭老师，你这个，你这个就放下去吧。我发他们小明的照片，我想发给他看看。你回去传给我呗。回去有照片的都给我。嗯，我居然一张照片都没有。我没有照片。对不起，我发错了。对，我要专心吃饭，可是锅还没开。哪来的冰块啊？我有冰。我也要。有吗？还有冰，还有冰，还有冰，好，还有冰。等边妈来。预兆你的包，把这加点到这边，到后面去一下。谢谢。这杯。对，加点冰块。放哪里去啊？就是不要它。边妈终究还是抵不住诱惑。边妈现在过来吗？那我得干嘛要那个没吃完。不会的，我们会慢慢的吃。蛋糕呢？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谢谢。而且晚上的话，抽应该会开的。我刚刚吃的，我刚刚又加要一个旺仔牛奶，又要了一个是吧？嗯、哦。sorry。我刚刚又要一个旺仔牛奶的哈。嗯，那你就点吗？没有没有，成年人在那里下。多点些菜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点了些啥。你们俩喝一瓶，不够。好好。嗯，在广州的我们，刚刚到的。对呀、啊，哈哈不舒服，所以他回家休息了。哇哇哇！我点了两盘肥牛，和大家补充。钻石？什么钻石、啊？肯定不够吃吗？这么多人，两瓶吗？谢谢。原来是钻石啊！对，哦哦，你说这个吗？我发现我这个红色的，有一包不知道去哪里。这是我上次用的那一包。到时候你看，大姚肯定。我那一整包不知道去哪，我回家找一下。因为姜好看。然后，豆豆不行，就喝点喝点。这是 Zash。三瓶吗？三瓶，500毫升一瓶的那种。你们喝啥呀？要不先上两瓶，他们喝完再帮你下。好好好，他们喝。喝点小酒，加过口友、啊，他都故意这样子，然后你还要喝点小酒，你这怕别人刚才我说什么？笑死我了！豆姐的工作压力，孩子长大了，孩子都长大了，这是我自己弄的。头发是老师弄的，然后妆是自己化的。我现在都自己化妆，锻炼自己的技术。锅都没开，等会儿那个锅还没开，大姚，你们看，大姚锅还没开。你那个时候，我又想起千掌，锅都还没滚。对不起，是我不是。大姚在追梦，复兴永不走。我也要。醒着当着，为什么要唱歌？不是小仙女啊，不用。啊，不用，你要吗？给你一个。这里还差一个。好嘞，稍等一下哈。好。对，老师夹的就特别的翘，因为我会跟他说范围要翘，然后他就会弄得很翘。哎呀，这有啥的？肯定没事啊。
啊，我不用，我不用，谢谢。旁边美女需要会不会？你需要白色衣服，没什么的。我说你需要白色衣服，你知道吗？可是，对呀、啊，这有什么的？对呀、啊。我觉得太好看，太看不过来。你快去调酱料呀！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他们呢？他们不是也在海底捞吗？啊、他们也在吃海底捞，我想起来。假装我们那边也在吃。对啊，他们从机场之后，他们蓝色、啊，我觉得蓝色不适合。他手机在这儿啊，万一发现在隔壁间，我觉得不好看。好看吗？我比较适合这种黄黄的。试一下。我之前染过大红。对呀、啊，还行啊。不是大红，暗红。啊，我眼睛叫斗鸡眼。我还是比较适合这种浅色、棕色的系。哦，我可以。产生现象。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的王佳女，干嘛？别人都已经说出这种话了，你还在那儿？谢谢。你干嘛说？该吗？比心。开花的心，会开花的心啊。但是你说他已经这么多了，他哪里可怜？什么多？他是这么多了。怎么还不滚呢？一个都没有开，一个都不开，连辣锅都不开。两两天他就开了。晚安，马克巴卡。早安。谢谢大家。为了回赠给大家，我特意为大家写了一首歌，大家记得去听。这首歌叫《记一下》，然后还要特意说一下。还要特意说一下，记下这首歌的歌名是这位女士写出来的。是我知道。啊，什么东西啊？他说那首歌的名字。哦。记下，是我打败了某一位夏季。你的灵感是什么？什么告诉我。他的名字是下次见。夏天的夏。对，下次见。其实我也是我。夏是你想的。我没有想夏季啊，反正没有人想夏季，没有人想夏季。夏就是季夏，谐音梗扣钱吗？本来就是围绕谐音梗取的名字，扣钱。看这边嘛，好的呢。季夏，谢谢。鱼酱之前想的名字叫下次见，其实这个名字也挺好的，我很喜欢。可是他已经有这首歌了，有这首歌了，是人家那种毕业季的歌名，叫下次见。我喜欢那个名字，但是他对叫下次见，然后就换成了记下，因为我觉得记下其实也蛮符合的。啊，我指甲卡进去了。对，就下次见就有一点点不是太特国风。好多旺仔妹。你醉奶吗？对，就是这个夏次见，夏天的夏。你们这对角线喝怎么喝啊？哎、喝什么大牙？哎呀，这样手伸到头冠，对，在这。就算了，我怕了。他想喝了，被你们怂恿的算了。他想，他繁华。不想。贵气。哎呀，说你把那个贵气。那不给他，不给他。太贵气了。我们就算了。不是不行。肯定不是会。贵气。你好像也没有很小声。哦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大家不要喝。谢谢大家。这是老狗狗，这是新进的狗狗。他妈怎么得到狗了？我刚想说两只狗狗坐在了一起。开始咬你了，像那个小丑。我也觉得挺像。两只郭老师，两只郭老师。小姐姐，你的酒。我这是酒。好像凉茶，我刚以为是凉茶。饼干区，达令来了，谢谢。哇，头好晕。哇，只要手够长。而且它还会不灵不灵的闪。哦，不
我们以为我们很晚才会到，本来我们的航班是八点多，然后到这边可能就一两点了，然后想说哪有那么夸张？有一点，快一点，没有吗？我当时算了一下，本来有一个十二点多了，然后又改了，反正差不多，然后就没有叫太多人。我当时我们这个航班，我听到有人说什么有人，反正我们前几天刚跟小二哥吃完饭，好可怕。你在干嘛？跟小二哥吃了两顿。你不会斗鸡眼吗？会呀、啊，吃了就大饭了，好怕，就是那种脑子里的那种情况。吃了大饭了，可乐一碗，大瓶的可乐。对，来一瓶大瓶，一点二五升的那种。不用替我省钱。没关系，我今天有六点钟。里面的菜全部给你们姐一遍好吗？哇，这就太夸张了，这要吃到明天。这样吧，既然你都这么说，能不能送给我？我已经要在准备了。送鸭血吗？怎么还不休息啊？送鸭血，有没有什么卤的那些？别的家送鸭血啊？对，但是别的家呀，不是我家。你们家那不送点什么？我家送别的呀。啊好，那你在说什么呀？都上，都上，就住这附近，天天见。没有，我的手机其实快没电了，我就想说拨到它没电，因为它真的快没电了，它现在只剩这么一点的电了，撑不下去了。番茄汤滚了，来碗。碗这里。哦，你不喝番茄汤？我不喝了，算了。你不喝？我今天不喝了，因为我后面就是。因为占肚子是吗？对，因为我要番茄了吗？不要。把那个墨不要。我再撇。你们要早点睡觉了，听完歌就早点去睡觉吧。够了，谢谢。我可以。你们要早点睡觉啦，明天不是还要上班吗？应该还没放假吧？你们应该还没有放假才对啊。你们俩隔这么远，快给我叫我！你要不叫我？为啥要叫你？对呀、啊。一杯干杯，一杯大男人都出什么事儿？我又领到了。他们在别的海底捞，所以当我听到他们说去海底捞的时候，我也挺震惊的。其实本来我们是要去吃烧烤的，但是那天突然间看到了个海底捞，就想说还是去海底捞吧。那个才是人手，这个是麻将组织，这个是。就是北方人，但是我们家，我们一下飞机就坐车，然后直接到这里来，我们行李都还在外面放嘛。柚子花生有点甜。哦，我记错了，是花生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我是芝麻跟花生。我在想，你又不是北方，为什么是芝麻？芝麻跟花生。小时候真的是拿他的皮。好吧，学生也要早点睡觉，不要一放假就熬夜好吗？麻将，我们打麻将嘛，没有人看到。我明天还要彩排呢，明天还有最后一个年会。明天还要彩排，所以就没有放在明天过。本来是想明天晚上，但是明天因为要聚餐，然后就没办法，就今天过。所以也是考虑到大家都累了，所以就选了一个离家很近的地方过生日，就不跑出去了。你们的猪肚和鸡都是好吃的，绝对是好吃的。有人吃这个锅吗？多放点。明天下午彩排，后天表演，明天晚上聚餐。一到快过年，到处都是聚餐。辣的干嘛？你想吗？你放。哈哈哈哈哈。往番茄。这盘可以撤了。好嘞，谢谢。那我边妈还没过来。我想。我放在这边夹起来，我刚说可以了。对，你刚说放吧。他就是在那个广场下就可以了，就是你开到这里来，直接就能看到海底捞的招牌，然后你就在那下车。现在就下，一会儿就下。没有，就下他。你是算的吗？莉莉啊，莉莉在那呀。谁呀？有人问你。这还有一个，你
他们在算毛肚，一二三四。你都放了些什么？每一个锅里都有，自己找。这个肚子没下去，哎，不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哦，我以为他是跟你的一起放。你们真的不要随便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看，屁屁啊，屁屁干的。看我的手，你这个有没有烫到手？对，哈哈生病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穿着哈哈的衣服，就四舍五入就当哈哈来了。哈哈，他们都抽到了敬业福。你把你的，你还在抽？时间还久着呢，就是已经有点放心会抽到的。现在在哭。你完了，你不懂，可能两块钱都没有。我每年都只有几毛钱。就是的，我去年一块六毛八。因为哈哈送我的生日礼物，我穿上了。这东西骗了多少人吗？时间成本都不行了。嗯，其实还好。这是什么？我有同学中挺多的。为什么呀？第一次我同学中了。这个是拱菜，这不是你喜欢吃的吗？不是我点的。拱菜，倒也是一个榨菜，脆脆的，没有榨的榨菜。先等会儿下，你觉得下吗？先让它滚起来，没熟，番茄的没熟哈。四十五。你拿这些肉，每个锅里都有肉。放那里。应该熟了吧？哇，好多熟啊！每个锅里都有肉，我自己翻。没有。太怕你。困了。去那去放羊。哼，你们没点毛肚，居然不点毛肚。放在这个上面，它根本就涮不到下面，它是空架悬空的。两盘的肉下去了，大家自己捞啊。那个，大家都不用客气啊。今天吴女士买单。今天大姚买单，大家不要客气。谢谢大姚。今天你回去给我转个账。了吧，反正就是他是我们来，不，我们去南京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一点不舒服了，然后后来就严重了嘛，所以我就没有说一定要他来，我说没关系，毕竟明天还有活，我怕他明天更难受。本来他要来的，但是就是因为严重了就没有来，没关系。我感觉有吃什么味道都是一样，因为我这个料好酸呢。要不就换一盘吧，料。我就是吃辣，酸的瓜油。你要什么？手那么短？那你手短短，想吃辣须？下个冷锅血。对呀，肯定是身体比较重要了。辣锅这里已经捞完了，到底辣锅好吃，只能下辣锅还是辣？熟了吗？这个？所以我就穿着他的衣服来了。你说我可以有纸巾吗？这位女士要纸巾。我也要纸巾。在那里。这里有。谢谢。对。谢谢。好，我这边没有。绿色。都下子吗？不，他已经换出来了，你看一下，不要不要，怎么做事儿？谢谢赵波，你还没休息啊？你的贡菜好了。看来你其实也是吃火锅的，就是吃，但我不爱吃。我那天问你，我怕你不吃，然后你告诉我没关系。吃过呀，对呀，就是我不是很爱吃。他不爱吃。你们每天都吃的话，我是受不了。怪我吧，怪我吧。叶子姐也不喜欢吃，但是今天你最大，他这种时候他会跟你来吃。
所以我生日的时候我是吃烤肉的。是。我的闹钟，因为你拿错了。完蛋了。就是我，就你拿的。哎，我的天哪！你是哪一个？没有，我刚碰到你的。我刚碰到你的吸管，我帮你换一个。哦，我说你为什么要拿走我的吸管？你在说。你们在那里干嘛？我就不是把你拿走我的吸管。陈萌，你在大家的心里都是个变态耶。没有，他碰到了他的吸管，然后想帮他换一根，他以为他要拿他的吸管。我在飘软去了，飘进去了，飘进去了，你就没捞进来，你就没捞。我跟你讲，放这儿，没了。他好危险，因为只有他一个男生，他好害怕。不是我拿回来，他面前有一圈调料，一圈。不是我在送的。我亲眼看到他，你在集五福吗？这样子，我亲眼看到他这样子，然后掉下去了。哎，我的。他把空的东西放在你的碗面前，然后说：“哎，我的肉呢？”你没看到吗？刚刚已经吃掉了。好笑、啊！你夹走了。好笑。这是番茄汤。太好笑了。现在下完了，有下了一个大腿。亲眼目睹。哎，那个是刚刚的，好好好好喝。哎，小姐姐，那个可以撤了。哎呀，我刚刚下进去的皇后还没撩出来，啊、你又下了。下我下了。没人下。这个下了吧。我刚下，然后我以为这是我下的。哇，尴尬了。没事，让他一起再煮。尴尬了。哈哈。我快睡觉。再等一会儿，变小的。啊，变变小的就是。不尴尬。这个是猪吗？你怎么还不睡觉？不行，不行啊！你不许困。等我玩本剧本杀。我又想到你。你真玩不动，玩不动。你真不会，不会回去吧？来回去吧。哎，你要不来我床睡？豆姐，你回去。要回去吧。他去我房间睡的。豆豆姐。我不，你这样是吗？你可以去我房间。我不是还没空房吗？我明天早上。没事儿，你睡地上。我不去。爹妈再来个路上。他们那天说选一个中难度的吧，不要。你是不是再坑我一顿？地上很凉快。可。我有点想啊。你快点去睡觉。我太早去。哦，我不行了。我明天早上才能快点好起来。我拒绝跟他们在一起睡觉了。没有，主要是太远了，他需要时间才能过来。以后你们连到磨牙，我也玩那个剧本杀。你知道吗？第一次开始那天就是一个特别，我平均半小时醒一次。我平常是磨牙，你平常我不都知道吗？我晚上，然后你那天晚上，你知道你是怎么样的吗？大家知道了。你是？谢谢。我差一个磨牙棒。在告诉所有人，大家睡觉大哭。不是，太累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能听得到。啊！一将哭了，一将哭了。知道吗？我刚刚说的都是那个开玩笑的。刚刚说的其实都是我刚刚都是我梦中梦。你刚刚说都是讲一点讲你的。对，我那个梦中梦见的一个场景。刚刚说的是蚂蚁标。我告诉你们，蚂蚁标，我还梦到一个非常真实的事情，我跟前面说过。什么？那个非常爆，就是那个二号燃发器。啊，你说了。我还说，哇，这是一个天大的秘密，我一定要保守这个。我告诉你们，就染发是吗？是。播出来可能就被抓进去了。我梦到二号染发剂。小贝，你没什么事、啊？完了，小贝，我要给你省钱了。我要吃咕噜。要什么？没有，不再继续原本的料。吃个绿色的快。要你不要在机场吃，要你不要吃飞机场的药，你不要喝，你不听啊！刚刚还说。啊，我没说，对不起。成龙，你干嘛污蔑他？成龙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很快就完了，两分钟，待会儿捞了吧，待会儿他就哭了，他都缩了，待会儿成龙就哭了。我喝了酒，可是很容易哭。那我想看。哎，冷锅鞋子打了，我想看。那今天必把你骂哭。小舅爱哭，来豆豆，把他骂哭。领导把他骂哭，今天必把你骂哭。对，老师跟我说生日快乐。好了，这里面还有。其实本来我有想要叫，蛮多
学就在这儿，但是好像但是就是我们刚转通告回来，然后我们又住的地方又特别的偏，然后就没有办法叫老师一起玩。我不吃这个，你吃这个吗？我不吃这个。小姐姐，对呀，就是我们美丽的欣赏老师，你们都知道的呀。谢谢。别掉了啊！别掉，别掉。哈哈，快去睡觉。哈哈，快出去。他应该放了很久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他应该放了很久。是吗？会不会很硬？我看你，看你。试一下。你要不觉得这样？硬吗？有点困了。我真的困了。是吧？上面好多了。放了好久了。锅里的防红都好了，大家可以开始吃了哦。好耶！我每次讲的都被你弄下滑下拔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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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他说太晚了，但是结果今天回来其实没有很晚，然后就一起吃。他吃少了吗？那也没少，没少。点点补，你想吃啥都可以。是是是是是。那再说。我怕这到底怎么吃？啊！怎么有辣油在我的奶里面？刚刚那崩的呗。怎么崩到我的奶里面了？你不要，你说完全。他都不关我们这边。他都能崩到我们这边，你是能不能崩到我们奶？皇后可以吃啦。关关关。那个火腿也。谢谢。午餐肉吗？还有午餐肉。这个意思，就是再不吃辣就吃光了。又不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下炸三片。你怎么开始懵了？好适合我困了。你看豆豆说他困了。真的好困。他只要过十二点就是这个表情。他闭着眼睛在装。他困了，他装的。等我维持住了，佳慧，你等出这个门之后，豆豆。待会儿出去我去蹦迪。最好吃。大家吃慢一点，别妈还没来呢。大家吃慢一点，妈还没来。等下别妈来了，我们走了。我已经不能吃的更慢了。多下点，多下点，我也要吃蔬菜。蔬菜，你们想放那个锅吗？嗯，都放，放一点吧。辣的就放了，清的好吃。辣的那两个，那两个清的，来，这太吸油了。呱呱呱！好了，放一点，这个山药跟那几斤这个也可以吃了。哎呀，锅都满了，你一会儿再放吧。放一点，放一点，给我这边放。他们说你好吵。因为我离麦最近，对，因为他离麦最近。这么吵！我放了你看，啊，你看我没看见。好，可以可以，不用不用不用了。那你就生气了。说我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。讲言讲语。你怎么那么精神？因为他在飞机上睡饱了。对、啊，他在飞机上睡饱了。你们处于一个很奇怪的状态。有人说给豆豆倒酒，豆豆豆豆半杯倒。不用半杯，一口。啊，一口倒，一口倒。喝 real。豆豆豆豆一口 real 倒，一口倒。豆豆连我都不辣香。我本来以为我喝酒已经够差了。小虾虾，觉得我和抓破酒谁厉害？当时我厉害，还在说什么？真的，铲屎官，他不上厕所，铲屎官出现了。他那天，但是我见过他，不是那一天，我真的是，我觉得他就他是对，而且他要看情况，看状态，我不一样。有人吃虾，我也见过你。我吃，我吃。然后睡。那个锅放两个。好。我现在他能懂不懂？他给我发信息。八个，一个锅放两个。豆豆已经累到不想管你们说这个话题了。好了，现在我不能喝。豆豆，你睡会儿吧，睡会儿吧。我不能喝。一会儿走了，我们叫你。外面都是空的。是你们没有见过的那个。就那天没有来的那个。饿不下，我刚饿了好久。
我告诉你，那我是里面买的。因为我觉得，我你在说什么？而且每一趟都真的。等王。那种四季，鱼酱真不错。那我刚吃了个啥？那天好了，生菜生的都可以吃。这么大的杯。他说他睡前想起来，今天是我生日。谢谢。但是我觉得我比丽丽。他来了吗？吃的，他说他醉。他进来了吗？没看到。多带着跟你点的小薇。他是不是吃的东西里面还有一点点酒精？其实他没吃，他吃薯片。我要肉。一个一个。什么？哪里？番茄。番茄。番茄，番茄。我感觉锅里的好多。对好好听着，开了吧，让它开了吧，有什么？受不了，受不了，这个应该可以吃了。受不了。好的，这个鱼酱在啊。你看他。你干嘛？没有，就是有一个技巧，就是你不是喝完最后一口，它总会留下去一点嘛。然后呢？吸住，然后这样子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这样倒呢？对呀，那吸管的作用在哪里呢？你万一吸上去，然后它万一又掉下去，然后杯你就全洒你脸上了呢？不会的，我技术很好的。他要睡觉了，走廊要睡觉。我要是这个杯子现在倒可乐进去，它会变成白色的可乐应该也不会吧。但是我真的觉得可能会雪碧混在一块儿。我小时候这是旺仔牛奶，我小时候经常把各种饮料混在一起喝。对，我觉得有些这个你居然还能活着，真的，我小时候就爱冒险，我把所有那些东西我都调在一起，或者来了起来了就照片真好看，对，这个样子，哎，还好锅都没开，这里的脸上还有照片，看看好不好看，他发群里了，谢谢你啊，好，我来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我来，说我给你们夹。哎呀，你别夹了，你这张，这张，你看你，啊，好丑！你的笑死我了，你这什么表情？谁拍的？成龙吧。丑死了，丑死了！如果不是和那个所有合照的话，那就是成龙。真的，爹妈说晚上睡我们的。好。哟。好热闹哦。到处都好热闹。哦，对啊，我待会两分钟下播，你们快去睡觉吧。记得要听歌哟，记下哦。我的肉好了吧？好。像你这个取掉吧，要不？我的肉够了。没有啊，就是他一直在冒着什么，你也说我，哦，谢谢。我看了这个，好听吗？这个，这就是那个用，两三个小时写出来的那首歌，一趟高铁的时间。豆腐吗？啊，对，但是它需要放进去煮两分钟就可以了哈。我以为是那种。魔鬼方块，魔鬼方块，尝试一下，它每样都有不一样的味道。那个雀巢 N 次方，对对对，没有榴莲的，这个榴莲没有，吓死了。等锅开了再放吧。豆姐，你知道你现在什么样子吗？其实我想说，我们这个锅开了，理想。毕竟我对于夏天的记忆，很大一部分责任就是比较深刻嘛，而且。然后每半个小时就是生活中，你知道吧？对啊。然后就是你还得找到的灵感。我睡死，我睡觉之前是不是跟你说我磨牙？我一早上醒了五次，全是因为他磨牙磨醒。你走吧，阿丽。你第一次给他磨牙，我是老鼠，你知道吗？吓死我了，都是。这是小姐生日，不是我的睡觉检讨大会。没了。太节约了吧？毕竟广东只有夏天。我
算是因为我们团本来就有很好听的关于夏天的歌，然后就借鉴了一下。而且就唱了，只有那一句话，所有人唱歌唱一下，就那几句话，别人就不会唱，两瓶都没了，还有再来一瓶，再来一瓶。好，要说再见了。后面有个星。晚安。听听下次。七月。你鼓掌，那就是活该。记下。你为什么说那句话是要指责我？早点睡哦。明天有空的话再跟你们播，好吧？明天晚上还要聚餐，感觉没什么空，看情况。霞花儿啊，霞花儿，霞花儿，霞花儿，我离大学好像，晚安，拜拜。霞花儿，跟你说句晚安，跟你说句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霞花儿，霞花儿，霞花儿，霞华是吧？霞花儿，拜拜。哇！他每上一个你们就要哇一次。